受到环球经济因素影响，冰岛克朗对欧元今日再下跌2%。我和你不需再讲什么。日头瞓唔瞓到觉啊？瞓唔到觉，我都醒唔翻。佢哋，我跟你嚟啊！嚟嚟嚟，唔好搞我哋，快啲放翻我老公！坦白地承认你的过去，依你的只有一个办法，